各位小伙伴，你现在看到的是 OPPO Reno 十倍变焦版，超高屏占比的观影体验。你以为这么简单吗？打开智能的侧边栏，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录屏，倒计时三秒。之所以要给大家展示这个录屏的功能呢，我觉得它的这个设定很贴心。平常有时候我们录一个 PPT 或者录一个讲解，发过去呢就是十来分钟，很庸长，大家也不知道这个重点是哪，想快进呢也快进不了。但是呢，我们这个录屏，它就可以进行一个编辑。来，我们先把后台暂停，看到了吗？它可以进行一个录屏的编辑。我们进入相册，编辑可以有一倍，也可以有两倍，还有1.5倍，还可以配乐等等等等。看看看，我们先两倍的速度哈，就像编辑的一个视频，不管你是录屏或者说你自己手机拍一个视频都可以。看到了吗？可以完全重新变成自己的一个，还有特效特写，哇，脉动，哇，那我们卖个洞哈，然后再加个滤镜，哇，视频的滤镜都有这么多，我的天哪，这个 OPPO 确实厉害。再配个乐，还有这么多自带的配乐，看到了吗？还有本地音乐可以选择，啊，完全就变了，可以加自己的水印，这个我喜欢。啊，你看，加个文字啊，都可以，只要过一点，完成，保存一下，保存也非常快，保存成功。这个是录屏的哈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保存成功的这个。这。哇。好，你们觉得这个视频剪辑的功能如何呢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啊。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